掌声鼓励一下啊！字体他做了。我很担心他们站出来一直往前跑，我麦克风都撩撩啊，他们真的很可爱，对不对？带来的第二首曲子是《山头情歌》，掌声鼓励。山头情歌。
哦，唐华，哦，唐华要不要再来一个啊？对啊，有一首曲子，再来一个会唱的，大家一起来。那、啊、大家要唱有一个，就是要唱国歌哦。对啊，唱国歌就是要站起来哦。没有啦，客家哦，这客家国歌啦，得用客家本色啦，客家本色好不好？我唱完今晚来唱好唔好？哎、啊、呀，唱没半点钱，还是没带到钱。哎、欸，他说红山过台湾，无半点就讲长沙过台湾无半仙钱，结果唔对呢。唔对呢。我外辈问阮祖先，讲是长沙过台湾，未记咧赚到钱。阮倒是真好个，好来改一下歌词好不好？红山过台湾，无带到钱，好不好？我回去拿了，所以现在大家去长山拿钱。好，来掌声，谢谢大家的掌声，来唱一首《客家本色》。好，一起来啊，我们来带动上。好，要有掌声打。